欢迎大家来到黄总夜场。话说今天台股表现有点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哈。因为大清早如果你看到美国股市在昨天晚上怎么样，来看到这一个是礼拜三晚上哈，美国纳斯达克指数重挫了82点，还有道琼指数重挫268点啊，不是今天晚上啊，昨天晚上了哈。在今天我预录节目的时候，美股还没开盘，所以今天晚上怎么样啊，我还不晓得了哈。单单看昨天大清早你看到昨天晚上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，你说台股焉能不破9000呢？结果9000点台股有没有跌破？有破跟没破也一样了哈。盘中有破，破到哪里？破到897而已啊，这个才破多少点而已啊哈。就好比呢，在上个礼拜因为执政党大选惨败，破到哪里？8998，啊，那个9000等于没破啦。啊，今天呢要破多一点点，破到897，结果收盘呢，拜托收盘一样给你有够厉害的哈。收盘收在盘中还翻红了，收盘一样收在9013上头，啊，有破等于没破。有破等于没破，怎么有办法那么厉害呢？是不是？这一下子我们应该把它称呼叫什么？台股的名字应该取名叫做九命怪猫吧？应该取名叫九命怪猫吧？这个样子都有办法呢？拜托，9000都有办法不破，到底谁在护着它？有办法这样不破？当然了哈，人家。我们主管有出来讲话，他说：“不是看美股跌的情况，我们台股就要跟着跌啊！你要想到美股在之前是创高的，创历史新高的道琼就是啦嘛。啊，人家创高之后，股价做拉回，指数做拉回，那台股啊有创高吗？台股并没有创新高嘛。啊，所以这种情况下意识就好啦，不一定要跟着人家跌。这么讲起来的话有道理嘛，哈，对不对？美股是创高之后涨多了做拉回，啊，我们又没有创高，所以干嘛就要拉回呢？好 ，OK， 那既然不要去。”比那个美股好了，那比一下亚洲盘，亚洲盘里头亚洲四小龙哈，说起来的话跟我们最相干的，最能来做一个对照的啊，请问他们有没有受到影响呢？来，你看到了哈，我们这样谈得不够高，我们都没有创高啊，没有像美股这样创高啊，是啊，你看到这个是之前不是今天，之前我们要讲恒生指数，恒生指数反弹到第三关哈，台股是超越第三关，台股超越第三关，恒生指数反弹到第三关，它就回头了。再来看到南韩首尔指数反弹到第几关？第二关，它就回头了。那好，这个都之前了哈啊，请问人家现在它有落后补涨吗？来。已知这个所谓沪港通、港沪通对恒生指数来讲也是利多啊，它也只有到第三关它就回头了，回头到哪里了？来看到最新的哈，把这个前低点都给跌破，前低点是哪里？11月上个月11月低点，11月低点已经跌破了，有没有看到港股到第三关？我们超越第三关涨得比它多、哦，它只有到第三关回头之后，它破前低也就破了11月低点，嗯哼。台股11月低点在哪里？台股11月低点看到8828来了吗？没有啊，根本没来啊，是不是？再来，刚讲到了哈，那个南韩首尔指数，请问它有利多吗？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中韩 FTA 那个不是利多是什么东西啊？照理讲是大利多呢，结果到第二关而已，1994就回头到哪里？现在已经接近前低点，前低点是什么地方？告诉你，10月份。人家反弹到第二关，涨得比我们都还要少的，先回头之后已经接近前低点，十月份低点在哪里？台股在8500，你拜托，差得可远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不用跟那个美股做比较，那我们应该跟南韩所有指数做比较吗？啊，如果这个样子的情况下，他们利多不会比我们少，比我们好太多了，但是股价表现，却这个样子，我们高高在上，九命怪猫，啊，为什么这种情形之下呢？您看到11月低点在这里，十月低点在这里，人家纷纷都来探了，我们始终都在9000这个地方啊，因为9000这里很重要啊，是不是？关乎到我们的民心士气。来看到大清早报纸上头又写着了哈，外资大卖113亿，这个昨天哈，台股在打着9000点保卫战，因为昨天没破9000嘛，今天呢有破也等于没破嘛。那请问呢，外资大卖情况是谁在护卫台股？来看到另外一份报纸，这里头就有写着了哈，他告诉你在昨天哈，捍卫9000关股狂买36亿，这个36亿还不算是狂买了哈，不过算是关股而言算大买了哈，捍卫9000，政策面在捍卫9000，政策面在捍卫9000了哈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昨天来做了一个行走嘛哈，我说
我真的想不通了，你干嘛这样顾着九千到底为了什么？那为了什么顾着九千？是为了说啊，因为股市要好，所以才会有量吗？但是你要搞清楚了嘛，哈，你把它护在九千上头，高高在上，始终没量，量越缩越小了。到今天这个量呢，已经多少？剩下不到800亿，700多亿而已啊！啊，你这样拱在九千之上有意思吗？我把它形容叫什么？高山上头的烟塞湖，高山上头烟塞湖，那可比是一滩死水嘛！你继续再给它护在九千上头，通通不要给它下，就护在九千上头。你看这个量会不会越缩越少？所以你护得越高，所以量就越大吗？现在摆明就不然嘛，是不是？这个东西啊，不是我讲的而已呢。你还看到股市孙子兵法，股市孙子兵法在昨天呢，我就翻开其中一篇，让你知道我这么样子的一个形容，它的出处来自于哪里。第四篇军行篇标题就写了：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西，仞是长度单位，一仞代表八尺，千仞就是八千尺。我们现在不止八千尺了，我们现在九千尺，九千点。对不对啊？做绝把这个积水积在这个所谓的高山上，不是就成了烟塞湖了吗？啊，改天一旦给它决堤泄洪的话，其势磅礴，不言可喻。水往哪边流？高处流还低处流？你这样一旦决堤，都往哪边流？是不是？那所以呢，它只要破九千，可比决堤一样。哎，我昨天在形容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没有这个样子吓唬你，我没有这样吓唬你，我告诉你了。现在照理讲该破九千，是不是啊？该破九千的话，啊，破下来现在会死吗？那个说气势磅礴，那个水往低处流，这样往下啊，那种泄堤的情况之下，还不是在这一个节骨眼上发生呐、啊？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大家都晓得嘛，哈，那比方下个礼拜不是又要审那个所谓的大户条款了吗？啊，拜托，那个赶紧把干脆把它背一背好了，大家认为应该背就背好了啊，不然这个样子呢，一直搞这个东西，到底要搞到什么时候啊？对，大家现在为什么下不来？为什么下不来？哎，因为后面还有个利空未出尽。多头自势是这么看的，那个叫利空出尽，不是我讲的啦，多头自势讲的哈。只要那个大户条款把它废掉之后，那一下子叫利空出尽了。所以不管它现在有没有往下掉哈，有掉也好，没掉也好哈，到时候啊，反正呢啊，下个礼拜利空出尽，行情整个就往上冲刺，往上飞奔了，是吗？那、啊、也就是说了哈，如果它不要往下掉，不要往下掉的话，从这个地方就想等利定跳，现在守在九千上，等着下个礼拜利空出尽，往上就直接呢给你回升起来啊。要是给它往下掉，应该是要往下掉啊，你比比看人家韩股掉到哪边去啦，比比看港股掉到哪边去啦，我们该往下掉，往下掉，我没有诅咒它现在就死哦，那还不是决堤的时候哦，到时候下个礼拜所谓呢啊，大户条款废了之后，那个利空出尽，它还是会给它再起来，问题起来是叫回升吗？起来是要回升吗？恐怕就不然了，恐怕就不然了。为什么？我叫你呢，把两句话抄录下来，希望你们真的有抄，没抄的纸笔拿出来好不好？我这么苦口婆心啊，为你好，为你好。来，这一个多头就是把大户条款废除的话，视为利空出尽，对不对？我上头写着了，分享我的一个真心话：大户条款利空出尽日，小心成为台股最后利多出尽时，不是绕口令啊哈。那你喜欢，你把它写下来，如果真的还应验了的话，当作今年的春联好不好？嗯，大户条款利空出尽日，小心成为台股最后利多出尽时。所以呢，刚刚我解释了嘛哈，那一个高山上的那个烟塞湖，哪一天要决堤？现在破九千下去还不算是决堤啊，真的还死不了，真的还死不了。那然后呢，是在你以为那个利空出尽之后，行情再给它反应上来之后，那之后呢，小心利多出尽，小心变成利多出尽。我在讲什么大家明白了吧，明白了吧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在我心里头，我如意算盘在哪里啊？我如意算盘里头，其实我心里头想说，在这个地方你就该破九千下来，该破九千下来，下到什么地方情况之下，然后不是马上死，到时候再拉上去，拉上去之后你下到哪里，我就知道你弹起来弹到哪里了，晓不晓得啊？问题他现在下到哪里？拜托不要讲那个所谓呢十月低点啊，十一月低点，十月低点，这个都先不用讲，这一个阶段性给他回档之后，第一关都还没到，连第一关都还没到，
人家蓝蓝首尔指数再下去都几乎要破底了，他连回档第一关都还没到，哎，强势整理要回到第一关，他连第一关都还没到呢，啊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样子讲都不代表说，哎，那我们半对数运算这个样子没什么用啊，你运算他根本不会来哈、啊，他来了的时候自然就有用，他来了的时候自然就有用，嗯、啊。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啦哈，像我之前不是跟你分享过一件事吗？那我之前跟你分享另外一段真心话，我说如果跨年之前哈，跨年这现在当然还没跨年啦、啊，现在十一月份还没结束啊，啊，如果跨年之前还有高啦哈，奉劝多头自私要记得跑啦啊，如果2015有期待，那、啊、期待要捡便宜嘛哈，啊，那个前提呢是先卖，是不是？那好一个东西啦。我现在不敢讲说呢，啊，你现在看到高点就这个样子而已，啊，会不会说呢，给他那个所谓的利空出尽之后，冲起来再高一些或怎么样？好 ，maybe 都可能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反正呢、啊，哈，跨年之前如果有高，那奉劝多头之士记得跑。那这里头呢，一个重要的东西就关乎到你的股价，你的股价不见跟这个大盘指数完全是同步的，什么时候你的股价高到某一个 level， 那一下子你该跑，你就应该要先跑了。不一定要等到那一个什么给大户条款废掉利多出尽怎么样？哎，请问一下，如果那种情况下，是不是你的股价一定更高？不见得，不见得哈啊！所以我刚讲到一件事嘛，运算半对数用处在哪里？来，我待会就马上验证给你看哈。一般人呢、啊，有时候说，哎、啊，真的呢，我以前套牢了啊，现在涨高起来可以解套了啊，可以解套，但是要跑的同时，为什么不跑？为什么不跑？因为报纸报很好，报纸报很好。来看到，这个报纸不是今天的，这个是12月4号啊，报了什么东西？双重利多助阵，友达、群创发飙，嗯，面板的友达、群创发飙，对对， 12月4号， 12月4号，不相信看到吗？这里啊， 12月4号是不是？那么你看到这个样子呢？群创股价12月4号刚好拉到 15.4， 拉到这个高点已经接近前高了。股市孙子兵法告诉你，高龄勿向，来接近前高，来到 15.4， 本来你该跑了，之前买在高档被套啊，来到这个地方可以解套了啊，但是报纸报很好，我就舍不得跑啊。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，过两天就是昨天啊，来这个报纸啊，除了这里报台积利多之外，下面这里报谁？面板2015年中供需反转，利多利空。不妙，这个是暴利空啊，这个暴利空啊，暴利空，所以昨天呢，来，短线上杀很凶啊，群创昨天杀很凶啊，杀很凶的情况，你这里不跑，你这里才杀，这里杀掉，今天就开低走高啊，为什么这个样子？告诉你，这里是关卡反压 P3 啊，这里是阶段回档第一关支撑。到底是看这些报纸有用，还是计算半对数关卡有用？看这些报纸的话，你根本没有真笑哎！这里跟你讲大好，这里跟你讲不妙，这里你于是看大好，不愿意跑到这里。昨天下到砍掉之后，人家开低走高，去用真笑的去讲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聪哥，你说这里是第三关，请问第三关哪来？我不是跟你模拟过了吗？看我节目忠实观众们，我说我在假日的时候我都有做一个。啊，假日呢，跟大家所做的一个持股议诊有没有？蝗虫假日诊疗室在之前不是现在，之前就有这么一位仁兄，他就是我猜的没错啦，他是套牢在这个地方的啦。那我用周 K 线图写给他，回传给他知道，为什么之前高点 15.95、15.6？ 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阶段里头给他反弹，第三关就 15.6， 第一次给他冲过一些先手就回头，第二次起来就对准，第三次再起来，小心啊，搞不好摸不到，是不是？那你看到哦，这个是前两天，还不是今天马后炮哦，前几天当时是 15.35， 所以我让他明白嘛，哈 啊，既然你原本套牢，现在拉起来的话没有赔了啊，干脆跑，是不是 15.6 反正很接近啦、啊，还有没更高？有啦 15.35 之后更高就 15.4 啦。没跑的话，现在还套在那里了，不是吗？是应该看报纸，还是应该要运算半对数？两个我都做，报纸我天天看，我随时知道呢这个市场里头大家探讨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但同时呢，报纸告诉你也不代表就是真的，报纸告诉你也不代表说对股票来讲它一定就管用。好比说，来。
我要讲另外一个在今天公布利多了，今天利多，等一下我让我找一下啊，来了，不是不是这一份，好来，找到了哈，头版头条，报纸有看吗？有看吗？哈，来，跟你报告了什么？头版头条，鸿海业绩爆发，鸿海业绩爆发，十一月份营收大好，营收大好，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单单靠报纸啊。这个就猜测到什么？鸿海今天没涨停，好歹要半根涨停吧？没涨停也要半根，那个、感觉就错了呢。请问一下，鸿海今天怎么样？一样在这个地方，一样黏在这里呢，小红而已啊。结果这个才小涨三毛钱，小涨三毛钱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请问这种情况到底作何解释？到底作何解释呢？不是说报纸报道这个假的，这个真的啦，人家营收真的是创新高啦哈，但对股价反应如何，这个才是重点。股价反应如何呢？你必须要知道波浪，知道图形，知道半对数运用，图形来自于波浪，波浪离不开半对数，是不是？请问叫鸿海这个样子呢？这一波以来来龙去脉是怎样？之前告诉你这是 M 头，小心啦，破颈线之后给它下来测距满足点在哪里？对不对？来看到嘛，测距满足点到八九四嘛，回到八九。对不对？没错啊！啊，再来反弹，反弹起来靠近颈线，来这个阶段给它反弹，第二关九九八，同时靠近颈线了，它到那里九九就进关颈线了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道理在这个地方，道理在这个地方，不是单单看那报纸跟你报道什么东西来做解释啊，道理在这里，图形在这里，波浪波浪离不开半天数，再下来的话，再下来这一下子，你说哎。哎，崇哥，报那么好的一个新闻，利多情况之下，它股价啊这个样子的情形，哎，那么好意，那么好心哦，下来的话，哎，股价等于都没什么反应，是不是要给大家捡一个便宜货呢？那我请问你一件事了哈，要是说，结果，你以为报利多啊，结果呢啊可以捡便宜货，你捡了之后，它股价破底怎么办？要是你捡了之后报那么大利多，股价还破底怎么办？死定了。死定了，是吗？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吓唬你，报那么大的利多，要是股价还破底，之前我很好心让你知道周 K 线里头，周 K 线里头鸿海前波性给他总修正第二大关882，刚好在前底89下面，要是破底的话，不排除还可以破底翻，破底的话不排除还可以破底翻，但是。我在这里没有教你怎么做啊！坦白跟你讲，我现在有指示我的会员准备好在这个地方去接鸿海吗？并没有，并没有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家先不要自作多情了哈，并不是报业绩好的他一定呢非得就要涨不可啊！啊，请问一下，所谓十一月营收创新高了哈啊，然后怎么样的，只有他而已吗？还有呢？比方那个可成好了。葛城之前不是也报道了吗？营收创新高，今年少说都可以赚二十几块，本益比是有十倍出头而已啊。到269他就回头，269就回头，回到29已经回到二十块钱了。回什么意思的？回什么意思？节目当中算给你看了嘛。他到这里第二关刚好269，需要上去更上一层楼到第三关呢？啊，或者呢要回头呢？哎，如果真的上到第三关，也不是回升啊，也不是回升，对不对？我说你如果葛城小心他什么？不是业绩不好，业绩很好，暴利多，但是不会涨。为什么？小型累积高涨幅之后，这个形态什么？头肩顶，头肩顶，小心头肩顶来。改天要是这个技术性给它发酵的话，那一下子可能会怎么样？哎，说真的，像这种头肩顶发酵摘下来之后呢，上天下地的还有什么？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再跟你讲另外一档。家园时，请穿雨鞋、戴手套，先做好自我保护。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。水要煮沸，食物要煮熟。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，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。多一分警觉，多一分自我保护。
面对险峻的2015，一招半式不能闯江湖，你需要全方位战术。25页讲义秘籍，3片 DVD， 配备半对数专辑，限量发行。黄社长跨年专案，请先来电索取简章，请您速洽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看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就气喘吁吁的？爷爷，你怎么都不会喘？除了运动，我也定期做体适能检测。体适能检测，你看，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适能检测站，提供民众检测。项目包括肌力、肌耐力、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，还有英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。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，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。运动99，健康99，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。那像我们刚所形容的，台国这个简直是什么九命怪猫，但这种九命怪猫呢，其实是什么高山上烟塞湖，变成一滩死水，真的没意思了。真的，你看到人家呢，一天成交量可抵得过呢我们一季的那个是在大陆啊，来预告一下啦，这个礼拜假日节目哈，全方位理财家公益节目，假日节目。礼拜六、礼拜天在中午12:30啊，要锁定哈 主题在哪里？共产意识在追求资本主义，台湾年轻网军像红卫兵吗？这个不是我讲的哈、大陆新四万亿之阳谋，要用股市来拉经济，这是新常态或者大泡沫。还有呢，油价大跌之害之多少？油价下跌，反正这个一定是利多，谁讲的？油价大跌之害之多少？这个假日啊。公益节目全方理财家啊，假日中午12:30一定要锁定啊。好 ，OK， 最后时间来探讨一下，刚讲了哈，可成我对他有戒心在哪里？不是基本面不好啊，是技术面这个头肩顶，小心小心啊，中长线来讲要小心了哈。那好比说，你看到像这个家伙累积高涨幅之后，曾经就是因为头肩顶破线下来之后，来，你知道吗？他下来刚好测距恰得其分，差不多满足。测距半对数图形测距刚好超满足啊！不相信的话你再来哈，从21.6到211块，十倍数上涨了，来个全波性总修正啊！不懂半对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。还有时间，我们来算一下，看我算的到底是谁哈？一个数目字出来了，第一大关在哪里？884，884写上去没关系，之后就吓死人了。88.4，拜托。884真的像见鬼了一样，怎么刚刚好一点不差？884巧合，巧合真的是有过巧合。那既然到这个地方人家跌够了满足的话，股价就反弹了，弹到哪里？弹到又弹到原本颈线附近哦。这个家伙最近收起来慢慢偷偷涨起来了，从884又给你涨到这个地方来了，那么你就从这里相当于右肩当时跌落下来的个背景来做运算了哈。那这样弹起来情况之下，到底应该要弹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要谈到什么地方去？剩下时间没多少，算到哪里是哪里了哈？来看到130是守住第几关？第几关 ？P2 等于130。哎呦，再上去的话，这一下子就要到哪里去啊？如果说这里再给它过了的话，再过了的话没时间算了哈，反正你自己算一下。再上去都要批数率啊，批数率又在哪里哈？那好 ，OK， 现在目前都还没到，还没到，但是你必须注意哦。来，这个所谓布林轨道缩合，日 K 布林轨道缩合之后，往上如果做突破呢？往上做突破就是应该呢啊，往上朝关卡而来嘛，对不对？我讲了什么？全方位战术带状操作布林轨道线，如果在这个说布林轨道线它缩合之后往上做突破，挤压后的突破系统。那短期应该往上做冲刺啊，冲刺上去不是一飞冲天，然后就走向回升呢哈。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真要上去的话，来你再看到这个周 K， 刚不是看过周 K 了吗？往下看布林轨道，当短线如果往上冲的话，现在它已经处于所谓呢，是不是下山的行进？它从下线给它爬到中线，下滑的中线，中线在哪里？中线在哪里？查一下中线在哪里？短线给它往上去挑战来到关卡，同时碰到中线的话。我讲的都在哪里？带状操作布林轨道线专辑，
这些学问你知道的话，你就知道机会在哪里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的，你知道是机会，不知道的就是风险了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